了解完太阳系中各行星的比例后，请大家拿起餐具，享用这顿特别的太阳火锅吧。还需要餐具吗？你觉得我们吃得到嘴里吗？还有一副袖珍呢，看着了吗？这是什么？我想喝杯茶。我怎么往里放啊？那个。成员们吃到最新鲜热辣的太阳系火锅，总部提供了一套超棒餐具：银河钓手火锅钓竿，修身养性，老少咸宜。咱钓的是一份回忆。100%全熟漏斗，超大容量，高效烫菜，卷死所有人。宇宙四叉戟，超长餐叉，超长柄身随心烫。火锅灵魂长快 Plus， 让你在茫茫锅底中永不遗失那个心仪的他。还等什么？快来速速选用吧！上吧，兄弟们。哥，你要不用钓鱼竿，你擅长。我不是，我太烦了，极限了吧？帮我插一片。我也用手了。可以。你看，这都是专业吃重庆火锅的。对，你看，十下八下的。哥，你数了吗？我没事，我觉得多煮煮吧。就多煮煮。这大。它的鱼竿是个干嘛用的呢？我不会用鱼竿，你会吗？我也不会用，昨天都剃头了，今天都变魔术了，还怕钓鱼？你看他，你看大勋。哎呀，大勋老了想干什么？钓毛肚。钓毛肚？咱俩50年后相约钓毛肚是吧？好。50年后你83了，这个不重要，咱钓的是一份回忆。承认你干嘛？夹一个毛肚进去啊！哎呀，我跟你讲，今天我必须用明白这筷子，谁都别帮我夹，我自己吃。所以我刚想帮你夹个毛肚，你不要是吧？完了，七上八下，来吧。你那好捞，捞，帮你捞，钓哪儿了？你找找哥，钓哪儿了？这可太难找了。你小心点别，你别掉下去了。你在干啥呀？你不太不像吃东西的了。哎，怎么还多了一片肚？捞上来了，找着了是吧？好，可以。我这还有，这个看着了。OK。那我尝尝。来，干个虾来。盘子拿过来。哟，谢谢哥。什么？一晚上？行，太行了。行，这火锅比咱们想象中成功，还是吃上吧。吃上，还是吃上吧。吃上，这体验非常的精彩。咱们把实验原理说说吧。这有一张图，是个小星星。这张图，拍摄于1990年，旅行者一号拍摄。这张照片名为暗淡蓝点，照片中那颗暗淡的蓝色光点就是我们的地球。1990年。旅行者一号拍下了这张照片，在照片中，地球仅仅占了0.12个像素点。如果从宇宙的视角看向地球，我们都太渺小了。即便是地球，也只是这个宇宙中的千亿甚至万亿分之一。我们哼过的每一首歌，我们爱过的每一个人，所有的快乐、悲伤与离愁别绪，都聚焦在这0.12个像素点上，漂浮在无尽的宇宙之中。当我们换一个角度看世界，并真正体会到自己的渺小时，那些生活中被无端放大的小事，那些困扰着我们的问题，或许可以多一层解法。
最后，请各位移步到旁边的饭后甜点区，进行本季最后的结业仪式。哇，还真有甜点，挺丰盛的。哦，这看着都好好吃的样子。啊，有，这啥意思啊？老天害来了，我看到一个小绿人向我们走来了。这还行，辛苦了大家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你不辛苦不辛苦，很开心，我们吃火锅了刚才。对你辛苦了，吃饱了吗？吃饱了，吃饱了，特别开心。首先恭喜大家完成了嗨胖派第二季所有的实验。哦耶！